数字谜，大花加大花等于花胖。现在让你求花、大、胖各表示的是什么数？我们认真观察，在哪里下手？先来看到数位，大花加大花，实际上就是两位数加两位数。你想一下，最大的两位数是多少？99。对，那99加99是等于198。啊，也就是等于100多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两位数相加等于100多，花就是等于一，花是一出来了。接下来，花加花等于胖，胖不就出来了？多少？2。胖出来了，接下来大加大要等于12，那么大6，不就出来了吗？